好的，今天的生日宴会来到了尾声，然后我们相信大家今天那个粮食、精神粮食、知识粮食跟肚子粮食都吃得很开心，所以要麻烦大家可以把你们开心的部分帮我们写在那个活动问卷上面，然后可以拿出手机扫，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有开电脑，你可以直接到今天的活动共笔上面，然后有个活动资讯扫到最下面就可以填写了，然后。对，大家可以边填，然后 Ted 会进行最后的广播。最后广播没有消化，大家可以先帮我填问卷。今天有外国伙伴吗 ？If you need to fill in the English version, just fill scan the right QR code on the right side。好，然后然后这个吊绳，待会紧绳，紧绳，吊绳。紧绳可以帮我回收，然后牌子可以留着，可以留着，下次继续用，两个月后可以再。那个 QR code 都扫好了吗？请大家不要说我回去一定会填，因为绝对不会，大家都知道，大家回去一定会忘记。好，然后坑主们可以帮我把那个牌子，还有 COC 立牌跟坑主臂章帮我放回来。最后我来唱名一下今天的 Special Thanks。谢谢食物赞助，社会发展部和财团法人开放文化基金会报道。谢谢 Evelyn、Ronnie、Dom 的帮忙。然后直播录影是 Sean，摄影虽然上面写 Paul，但是除了 Paul 还有海报，和我们的 On My Way，他叫海报。哦，还有 Oliver，OK、okay。今天主持人我，然后还有RS 在哪里？RS 呢？还有新手导览团的 Timo，还有今天的辛苦的职工、志工，包含 Tiff、Ying、Yi、周伟、Isabel、自由高、Kirby，还有谁啊？Ipa，还有谁？还有 Ronnie，OK，我应该没有漏掉的吧？之后应该算吧？之后是吗？之后是吗？好，没关系。不知道，不知道。哦，还有翻译 Where？知道，哦，知道。好，OK，那这是 G0V 第58次11周年生日快乐黑客松，那我们2个月后一样在这个地方相见，谢谢大家。12月9号，然后问卷记得填哦，不然真的会忘记。然后外面还有很多那个食物。